切。我刚才说的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我觉得你缺一个人照顾你，看着你。你每天在那儿琢磨这个琢磨那个，很快心血就会熬干的。我不是生意人，我也不懂，但我知道，你再这么熬下去，也熬不出钱来。我想说，我能躺那儿吗？你可以躺，但我不认。不认是什么意思？老苏，你是个好男人，对我很好。我心里都知道，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也努力过，但是感情这个东西，我没有办法将就，我也不能勉强自己。那两个人在一起，也不能是靠感谢和努力来维持的，你说对吧？我也不是那样的人，你能明白吗？但我还是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。每次耳边又响起那首情歌，心中对过往无法割舍，从此星河已有眼泪划过，代表好好休息。